我刚才想到，我刚才忘记讲什么东西了，因为刚才演 Shape of You 都非常忙，所以我想说，就是大家会唱的，就是有一些段落，例如什么 OI OI， 就可以自己帮忙唱一下这样子。原本我想到很多很帅的动作，但是因为太忙了，对，按钮太多，然后要踩，哎，啊，下次会更好。哦、sorry， 好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，我觉得在那边唱特别有意义，因为就是人第一次在这边表演，然后可以和你们一起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时刻。然后这首歌叫做谁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唱。